我是雅軒，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功能內衣。因為在我做這個瘦身的 research 的時候，其實胸圍是影響了你的身形很重要的一環。我就找了三間我決定了要買的功能內衣去做一個小小的比較的，莎娜美、銅鑼灣的蔡太啦、夏菲娜啦，就是一個朋友介紹給我說很好用的。銅鑼灣的蔡太呢，它是只有一間而已，就是銅鑼灣蔡太嘛，方便上面就挺不方便的，因為它那個系統就是你早上10點鐘去拎籌，拎完籌12點鐘先再去那裡再排隊再等入去試，都有四分三的時間是沒有穿衫這樣等。如果你是有一點怕醜的女仔呢，在那裡是會有一點尷尬的。 Avina 呢，它的方便程度都 OK 的，就它是平民一點的小店來的，但是就很好的，它都會幫你量尺寸，告訴你應該穿什麼咁樣嘅。咁莎娜美就唔使講啦，咁佢多鋪頭嘛，都幾大間嘅，但係呢，因為佢間鋪頭好大間啦，咁係啲人流好旺嘅地方啦，咁佢鋪頭 sales 就唔係好多，我入到去都等咗一段時間嘅。款式方面呢，菜太入面呢其實就冇乜得你點揀嘅，基本上佢幫你揀完，佢幫你揀咗適合嘅 bra， 你淨係可以揀肉色定黑色嘅啫。好啦，胸圍要出動啦。重點嘅係要著兩件頭嘅，咁呢個係有少少麻煩。兩件嘅款當然你都冇得揀啦。而莎娜美咧係超級超級多款啦，但係當我問翻個 sales 咧，真係功能內衣嘅嘢咧，咁啊少咗一半咯，都係啲大個少少嘅款嚟嘅。而 Havina 咧佢嘅款式咧都多嘅，我就覺得 Havina 嘅款咧係偏向少女系啲嘅，咁我就好貪心啊，因為我喺嗰度咧有 discount。我就買了三個款，這個是超舒服，跟住仲有這個就少女啲。我就覺得莎娜美同 Havina 咧係比較優勝嘅，因為起碼你可以有得揀，而佢又有功能。咁第三樣嘢就係功用啦，我會有另外一條片咧係講點樣著功能內衣可以瘦嘅。咁而逐個比較咧，就係蔡太咧，佢一入到去，佢淨係要幫你著翻好個型。幫你試完你手臂和背脊嗰個寸數咧，係真係即刻細咗嘅，呢個就係功能內衣嘅神奇嘅地方啦。而 Havina 咧，佢就都有呢個功能，佢加多一樣嘢就係佢可以預防呢個肩周炎，都係可以收到背脊啊、褲乳啊同埋手臂嗰啲位嘅。而莎娜美咧，我又問佢可唔可以收背肌啊、收手臂啊，因為其實佢嘅廣告係有寫可以嘅，咁但係個 sales 就話哦冇特別嘅功能，呢個我就覺得有少少信息啦。如果你真係要著翻一個靚嘅胸型咧，我覺得 Havina 同埋蔡太咧係會好啲嘅。我想咧，有喺唔同論壇度睇嘅人咧，都知道銅鑼灣蔡太嘅服務咧就出咗名係差少少嘅。你會覺得佢好直腸直肚，佢好直接話你肥，佢好直接叫你睇第二個人嘅背脊，睇佢啲肉咁樣，所以你就要衡量一下你自己接唔接受到啦。但係我都覺得佢講嗰啲意見都有用嘅。莎娜美咧，好老實，其實個 sales 就係一個普通胸圍店嘅 sales 咯。你話功能內衣佢都有俾到意見我嘅，但係佢哋好 focus 喺 push up。Havina 咧，佢都願意聽我講啦，咁佢都好肯介紹唔同嘅款啊，推薦唔同嘅嘢，我覺得個態度都 OK 嘅。禮貌嚟講咧 ，Havina、莎娜美、蔡太，如果你講資訊性咧，就蔡太、Havina、莎娜美啦。當然最後咧就係要講翻價錢啦。其實佢一個 bra 通常都係200多元啦，但係因為如果你要做功能內衣咧，佢一定要你搭埋嗰條橋咧，再加多200多元，噼里啪啦錢加埋，咁就買咗524元。咁就講緊功能內衣嘅價錢咧，就係300多至到500多咁樣啦。咁我就買咗嗰個咧就係388元。喺 Havina 咧就係、是、平均嘅價錢咧都係200多元至到300多元咁，但係因為咧我去嗰一日咧佢就有呢個買二送一嘅優惠，所以我就忍唔到手就買咗三個 bra， 就買咗750元三個 bra。如果大家咧想知道我再詳細啲教點樣可以著功能內衣而可以收到身嘅咧，就記得睇下一條片啦，拜拜。